你这样我就看不到你。你又出来了。开始。喝一下饮料。就是主角了，哎呀，好尴尬！哎呀，这个角度很帅，假装仰望天空一下呀。我今天没带烟，好，借了。我带了，要吗？借了。要。那你真的要？去安吉村后头。啊。你们说的是最后一个。晚上。马上。马上去安吉村后头搭车去。搭车。嗯。你家呀，他跟张静文住啊。对啊，你要去我们家吗？不要，你可以去跟我住。你也可以跟我住。这两个男的都邀请我去他们家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好激动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，受宠若惊。哎，这样太帅了。拿勺子吗？我包里有个勺子，有啥都有。吃快点就好了。吃一下。去啊！去啊！不行啊！我已经习惯了，甚至有生活。楚门的小小。小